姑娘，琵琶院咁多姑娘，你已经艳压群芳啦，几多皇孙贵界挣扎前头，你应该好满足噶。点解你仲成日泣泣不欢，双眉锁皱啫？透谷，我七岁大就父母双亡，八岁大就俾一三叔卖落琵琶院。有边一个女子唔想做千金小姐？有边一个女子愿意堕落坐本巡楼嘅？虽然系啫，一个人要随遇而安噶嘛。而家琵琶院晚晚咁多人嚟，都系为追求三姑娘你嘅。咁你又何难揾唔到一个如意郎君同你同偕白首呢？透谷，你错啦。我点错啫？所有嚟琵琶院嘅皇孙公子，都系狂风浪蝶嚟嘅，冇一个系我心上嘅如意郎君。我怕韶华逝碎，我似漂泊断梗逐水流。系就系嘅，你咁孤芳自赏，都几难值得你爱恋嘅。不过你成日咁长遮短叹，都系冇用噶。啊，听日系关王诞喎，我同你去关王庙拜下神，希望得神恩庇佑嚟。都好，秋公啊，吓、啊，你同我翻上房换嗰件衫，梳洗过啦，我哋一同前去把神求啊，好啦。残红飘飘，飘花叶起轮卷前。我都冇钱俾嗰个庙祝，寻晚佢话今日冇得俾佢，佢就赶我借。我喺度举目无亲，边处揾钱嚟俾佢咧？与其俾佢赶我借，不如我趁佢而家唔喺处，我执翻几件烂衣服，静静扯罢啦。心啦，啱啱请入去饮杯茶休息下。咁啊，系啦，
我哋行咗咁耐啦，咪又去坐下啦。系咯系咯，等我执埋啲嘢先吓。唔使，一阵翻出嚟执咪得啦。系啦，请阿小姐入去咧吓。你去边度啊？你唔使嚟啦，你唔行得住，停一阵先。啊，小姐，请入去饮杯清茶先。啊，我就嚟。喂，你去边度啊？我扯啦。你扯啊？喂，咁你啲伙食点噶？我呢树真系生借无门嘅，第日有机会咧，我肯奉还俾你嘅。奉还啊？你几时有得还啊？你俾个包袱我啦，你。老伯。啊？啊！呢几件都系烂衫嚟嘅啫，烂咗上嚟我边上有得着咧？你当做话好心啦。哦，叫我做好心啊？啊，你铺话法啊！你计计埋埋争我几个月头伙食噃，成三两银咁多噶噃。啊，你个包袱啊点值三两银呢？不过都好过冇咁解啫。你好啦，你可以扯啦。你俾翻我，俾你我啦。做乜嘢啊？冇啊，小姐，佢喺我度食咗几个月头。咁多咁啊，計埋都有三兩銀噶嘛。咁佢而家話要扯，咁一釐銀都唔俾我，咁啊點得噶？咁所以我話要佢放低個包袱。咁你話啱唔啱咧，小姐？爭你三兩銀啫嘛，使乜要咗人哋個包袱呢？我同佢俾你啦，秋菊嚇，俾三兩銀過去啦。多谢啊，小姐，嗱，俾翻你啦。真系多谢晒啦，小姐。伤心痛啊，苦叹苦痛，自羞还自恼，更骄傲而更恩高。你唔使灰心嘅，你有八斗财呀，国寿千万梦中，福星我罗金马币，只剩呢件难衣袍，况且坐。
小姐，真系多谢你。唔使客气，秋菊，做咩小姐？你同我俾三百两银呢位相公咧？哦，我哋带咗三两银嚟啫嘛，边度仲有钱啫？系啊，我都忘记咗添。啊，你今晚嚟我算我俾你啊！啊，小姐，难得你对我咁厚赠，我真系唔知点感谢你啦。你府上喺边处啊？我喺。小姐，怕咩丑啫？你估琵琶院好失礼咩？琵琶院，小姐，请你留下芳名，我以报今日之恩啦。唔使客气。我今生在琵琶院，名目似蚕豆，我乡音青年，相对人直送，原来风尘同知己，大乱世间梦，合骨咩语悠长，更令人仰望，连才情意重，无理痴爱占金楼，黄昏日落到后门，是把盘串怀送。今晚你去琵琶院后门，你拍门啊揾苏三，阿秋菊响度会带你去见我噶啦、哦。去琵琶院见你啊？嗯。你睇我衣衫褴褛，就算我自己唔觉得惭愧，都失礼小姐啊。你放心啦，我唔会令到你俾人哋睇笑嘅，我有办法嘅。苏小姐，我真系好感谢你啊！我比久旱青松逢雨露，我又好比花明柳暗有池塘。金龙王姓是小生，他日名归当堂报。原来是皇上公啊，咁你今晚至紧要嚟找我啦、我而家走先、今晚见啊。睇佢无鬓风还收一笑，满带温柔满带骚。时时我都话你，点解净系静静听人讲嘢嘅啫？我无意噶，三姑娘啊，老实讲啊，皇上公一表人才，而家虽然系老赌啫，我相信佢将来一定飞黄腾达噶，拣个咁样嘅丈夫都唔错啊！多嘴啦你，
我今天叫你买件衫买了没？买了了，在我房那里。那钱呢？不是正正在房咯。那你包好他，出后门坐紧就等他呢，他就来的了。我哋三姑娘等咗你好耐啊！我想唔嚟添啊！点解啫？唉，你睇我咁寒酸，失礼人啦、啊！切，你咪咁啦！我哋三姑娘叫得你嚟，梗冇话令你丢架噶嘛！嗱，呢度有衣服有银单，你快啲揾笪地方换咗佢，然后由正门入嚟啦！快啲啦！王公子，你请坐一阵啊！我而家叫三姑娘落楼啊。哦。三姑娘啊，有位王公子嚟揾你啊，你快啲落楼啦！王公子，我哋三姑娘就嚟噶啦，你坐住等下先啦。哦，唔该晒。苏小姐，王公子，随便坐啦，王公子，坐啦坐啦。哎呀，我唔记得斟茶添。苏小姐，做咩啊，王公子？今晚真的好月色呢，花香月明夜冷冰，今晚飘多情意难尽。
清，清天搞见月啊光明。王公子，我知道你有怀才未遇之手，我应有平水敛财之念。我平时积蓄埋有多少珠宝钗环，你拎去变卖咗佢，就可以付此秋围，打破呢个凄凉环境。苏三小姐，我哋萍水相逢，难不你雪中送炭。我黄金龙将来有飞黄腾达，永远不忘你嘅以后浓情嘅。苏小姐，乜你喊啊？你对我嘅厚赠，我实在系受之有愧嘅，我都系唔爱啦。王公子，你千祈唔好误会就好啊！吓，唔好误会。一把心啊，原来你有一段咁可怜身世嘅。王公子，你将来上京赴考，或者会有吐气扬眉之日，恐怕我永无落叶归根之时啦。乜你咁讲呢？你唔好喊啦，你再喊我心几难过呢。眼前泪影，掏心声。
望国楼惊乍醒，莫使天涯芳草任飘零，无相公，一个双剑叹飘零，一个桃花遮薄命啊，萍水相逢缘那已定，何须月老系痴情，只有红娘为注定啊，好一对佳人才知，佳偶天成啊。姑娘一见便倾心，既是相恋同病，只当相识声声，断不半生认得莫幸命。他日得意春风，原作鸳鸯同命啊。今不知红霞翻面，半喜半惊，身有前缘才有芳心不定啊。姑娘趁此月明星朗，就盟誓再望月亭。哎呀，你两个仲使乜杂啫，等我嚟同你穿针引线啦。远孝了同命，thank you.
又煎咗半晚噶啦噃，问问到底系苏三嚟唔嚟噶？我等咗十几日，我老实问你一声，咁实在我今晚能唔能够花灰独占噶？介绍你识呢位沈老爷，佢嚟等咗你十几日噶啦，你快啲埋去陪佢饮多杯，唱支嘢佢听下咧。哦，呢位就系苏三姑娘，请坐。唔使客气啦，沈老爷。啊，你欢喜听啲乜嘢啊？随便随便，我乜嘢都中意听嘅。奖啫，乜过奖啊！唉，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拿得几回闻。阿苏三姑，吓、啊，你星驰出谷皇恩，貌比月女上啊，啲都闻名都不如见面。沈老爷，啊，我失陪啦。点解啊？因为我仲有十几台要去应酬嘅。哦，你随便饮多几杯，饮到走地花天啦。对唔住啊，你随便坐啊。诶，使乜咁快啫？施老伯，你系阿沈老爷？我想带阿苏三埋街。哦，我哋阿苏三啊。不嬲都守身如玉噶、哦，都唔知几多皇孙公子跪咗喺石榴裙下，都唔得佢一盼啊！
你想带气埋街咩？哦，咁点啊？唔知你出唔出得咁多钱吧？切，钱啫嘛，系边个唔识我啊？江西首富沈燕林，你要钱咪出声咯！我大侯苏三肯嫁我做妾侍，我就不惜十万要钱嘅。哎呀，原来你就是江西的富翁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是呢，你如果想带我们苏三呢，你出得一万银呢，我话我即刻给苏三。要点啊？成熟券啊。切，一万银而已，你出声啊，我即刻给张一万银银单你。啊，一万。我即刻翻去江西派人嚟迎接佢，啊！你切波食言波，一系咁话，系啦，一言为定，我走先啦，饮多杯啊，好啦。哎呀，呢次真系好彩啦！嗰、那个苏三成日话嫁个穷鬼黄金龙、啊，如果真系嫁个黄金龙啊，我连本都蚀埋啊，嫁捞翻一万银，真系火烧旗杆长炭啊！苏三，吓呢几个月来听你咁厚待我，我真系唔知点感激你。若果我唔系为咗博取功名，我点都唔舍得离开你嘅。我又何尝舍得离开你呢？但系为咗你嘅前途，你好应该俯视秋毁嘅。我听你话，我去咗，你唔好挂住我啦。以为终点，和你一改月变成冰。我收钱来不来，莫使留头惊梦醒。难一的意重，我当努力搏前程，衣锦便荣归。一片楼头相搏命啊！苏三，我去咗之后，你自己保重啦。我会噶啦，你自己都要保重下。我去啦。苏三，我都找唔到一句说话嚟安慰你。更冇咩嘢送俾你做纪念，我认为苏三呢两个字就系你嘅记名，我咁样叫你似乎系侮辱。我想同你改个名，赠个名俾我。咩名啊？我以后唔叫你做苏三，我叫你做玉堂春。玉堂春系啊，三姑娘。这个名字真的改得好，好配合你个人啊。过去了，你一路要小心啊。啊，穷鬼去边处啊？科奇将近，佢上京赴考啫嘛。咁啊，咁啊好啦。做咩啊妈？你估陈万安嘅沈老爷系咩嘢人嚟噶？原来系江西嘅大富翁嚟啊！佢话好中意你，哎呀，带你埋街做妾侍啊！阿妈，你千祈唔好应承啊！你做咩唔好应承啊？哼，个黄金龙啊，穷过梦正啊！
真系你都唔戴眼识人嘅，我话你卖上我相思表错情啊！佢骗财骗色，你都懵成成，佢成条光棍点考到功名啊？你要顾住阿妈买你嗰笔身价银，我唔到你任性。哎呀，三姑，你咪开口又讲钱，埋口又讲钱至得噶。你有将来王公子中咗状元，你有冇钱俾你咩？真系爆死啊！我不是玉家啊，你虽然收咗佢嘅钱，但可以把白银逼返嘅。呢件事我誓不应承啊！系啊，我几时到你嚟反对我啊？阿秋哥，我嚟吩咐你，叫埋三姑六婆吓，冚埋人嚟睇住佢，唔准就出呢个琵琶院半步啊！如果有责，问啲市民啊，记得嚟，岂有此理！老爷翻紧嚟，好在我喺门口睇水咋。老爷翻嚟啊？系咧。咁点啊？你使乜惊啊？睇你惊成个样，你由后门扯咪得啦。你好声行啊，因住只好似只老鼠咁跌落坑渠啊。我走先啦吓。走啦。
夫人。去咗咁耐，而家翻嚟啦。系。睇下你满面春风，一定系生意兴隆，所谋得遂咧。系啱啱有件嘢，想翻嚟同阿夫人商量一下。咩事啊？翻嚟先，两个。哦。夫人，你都知啦，我都年将半百啦，膝下都仲油虚。哦，你想娶妾侍啫嘛？夫人，俗语就话啦，三十无儿都应立妾，何况我都年将五十啦，啊，到呢个时候，夫人亦都无谓反对啦。老爷，你以不孝有三嚟压我，我仲有咩说话好讲啫？唯有自己怨那条命衰。冇咁讲，你使乜嬲啫？阿忠啊，有咩吩咐啊，老爷？你即刻去杭州琵琶院万花楼，哦，接嗰位苏三姑娘翻嚟，哦，啊，沿途小心照料佢啊。知道知道。带多几个人去。哦，知道。老爷。啊。乜嗰个仲系妓女嚟咩？夫人，妓女又系人，千金小姐亦都系人，何况呢个苏三一向都守身如玉，哦，正系冰清玉洁，远似一朵出水嘅芙蕖嘅。迎接啊苏三姑娘嘅，两条嚟咗咁耐，咁而家实整去唔去噶？得啦得啦，你请坐一阵间，等我即刻入去吹佢。嗱，你快啲啦，好，请人嚟坐。阿苏三啊，你快啲执埋啲衣服啦，家下沈老爷啊，已经使人嚟接你去江西噶啦。阿妈恭喜你，家家个百万富翁，真系你啲幸福唔少啦！阿妈，我一于唔嫁呢，
你何苦要逼我呢？事多我挨崩不身嫁银俾你系啦，所以我有王公子高中咗翻嚟，呢棵摇钱树又唔得你点摇就点摇系啦。混账，跟女翻嚟呀，我骨头都打鼓啊！你家去唔去啊？我唔去，你系唔去嘛？我系都要你去，嚟拉上轿。系啊，你唔好打啦，你唔好打啦，你咪捉走我，咪捉走我。哎呀，各位真客气，那个小妾揾咁多钱使，无谓啊！阿忠，阿在，快啲叫阿春喜扶阿二娘出嚟斟茶。哦，知道。喂，个妾侍都翻咗嚟啦，咁你又话有计划，你想到未噶？得啦，你定啲啦。嗱，你拎呢包嘢。挤咗落酒壶就得噶啦，去咯。哦，咁一阵佢唔饮酒会点啊？吓，你未话过噶啦，嗰、那个老嘢晚晚要饮酒至瞓得着噶嘛。系、哦、啊，我几乎唔记得咗添、啊。你小心啲做啊，我扯先啊。哦。啱啦，春喜，你拎咗啲酒入去新房，预备老爷今晚饮啦。喂，不过话俾你听，唔好讲俾人知噃，唔系皮都煎咗你噶。哦。哈、啊、夫人好少可有咁好心㗎喎。先生，我哋有缘成眷属，严福吉与天齐，叫一声夫人，要巡下族礼，斟茶和盖名，本分实应为。快些准备香茶，将胡少拉来阿阿姨啦，唔使咁好礼咯。后应大小如姊妹，何必批借大哥的权威啊？几今分扬爱情。嗱，苏生，你安心啦。苏生，你长途跋涉嚟，梗系好辛苦噶啦。又使咩话斟茶改名咁论尽啫？苏生，翻入房休息啦。春喜，扶二娘入房。有休息，有休息。啊。Thank you.
你唔好推。哎呀！沈老爷，啊，你点啊？唔怕，小意思啫。啊，苏生，做咩你要自杀牺牲？我真系莫名解救啊！沈老爷，吓，啊，我为保正操殉情爱，你无谓阻止我命丧阴州。苏生，乜你咁呢？有咩困难都唔使牺牲噶嘛？哎呀，刘毅都尚且贪生，有咩困难你讲俾我听，咁或者我可以帮忙你噶。你讲啦。请只是从一而终。好啦，你既然是这样，我唯有大义相让。真不真的？真。嗱，就算我现在强迫同你成了婚，我想落将来都是忠诚怨偶的。沈老爷，啊，真的多谢晒你了。如果王公子有日清闻得知的，我一定买丝绸帐把恩仇。好啦，我为表清白无私，今晚我唔住响你新房，但系我好想响你处饮杯酒啫。老爷，吓，你咁夜仲饮酒？系，你唔知噶啦，因为我习惯咗每晚临瞓之前我饮杯酒，特别好瞓嘅。咁啊，系，不如我借花敬佛，我斟满一大盏，聊表我心头。好。老爷。啊，唔该。苏生，我见的人多，未曾见过有你咁好嘅。不过可惜相逢恨晚，呢啲我冇福。我而家先知道，婚姻系不可强求。我都好希望你将来揾翻个爱人，
忠诚眷属，我都好安乐。多谢你。哎呀，沈老爷，哎呀，你做咩啊？你边度唔自然啫？吓、哎，人嚟啊！系、哎、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老爷，老爷，老爷。忽然惨死在你房中，你实在难辞罪咎噃。夫人，乜你咁讲啊？老爷饮咗杯酒就忽然间死咗啦，我都冇水一头啊！吓，你唔知道？苏三，吓，你为咩事杀死老爷？乜你咁讲，我唔知啊。哼，苏三。你扮系乜嘢？你睇老爷满身鲜血，边见你有毒杀嘅阴谋啊？苏生。你洞房之藉，身怀利刃，谋杀亲夫，你都可算得凶狼得狠啦！大人冤枉噶，仲话冤枉？你都可算狼心狗肺。我老爷一片好心为你脱籍平康，我亦对你如姊妹啊！你以德报怨，竟然谋杀老爷。大人，你若不将他判成死罪，怎能为我夫婿传下的冤魂啊？大人，我与沈老爷无仇无怨的，不知为什么他喝了一杯酒就死了，我都不明不白的，不知哪一个下毒，毒死沈老爷得这么凶狠。你还不认？你一定是想谋财害命，毒死啊老爷！如果你不是全心狼毒的，又怎会身怀利刃呢？可见你有不轨的居心啊！大人，我带埋利刃是想自杀的，因为我和王公子，我共他海誓山盟，断不能话移情别恨的。胡说！点解你自杀的话？在琵琶院的时间你不自杀呢？不能强词狡辩，现在杀人有据，会不会将你判成死罪，秋后处分？心在何？今夜巡楼上厅房，来，把一切行装安顿于驿馆，回头琵琶院奉命。领命。此间寻逆女，紧抱脱下换衣裳。
佢听见一定非常欢喜噶，真系爆死啊！自己称公子系嘛，公仔把咧，我老实话俾你听啊，阿苏三啊买街啦，你无谓挨眼瞓嘥心机啦你。咩话？苏三卖咗街？假噶！我唔相信，佢竟然同我山盟海誓。他说等候我回来共鞋连你的穷鬼穷鬼还是穷鬼你看看我的衣服这些衣服你不会顾衣服执的你真的太小人了你我竟然高中都状元的了不够状卷吗哎呀我劝你都不要那么痴心了开声点又话嘛老举是众人妻嘛人下水流柴嘛你那个穷鬼几时等得到你回来嫁你啊嫁嫁八万富翁我都不嫁几时等到你回来啊穷鬼这么出奇咩嫁你究竟我嫁了去边处啊你不要理呢睇分做完日行装经验安顿在日本暂时居住得啦咁你相信嘛做咩做完日佢得罪你咩说说慢有怪莫怪恕我八卦婆不识世界阿苏三真的嫁了人了那嫁去哪里她嫁个姓沈的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住啊真的真是的王公子啊吹胡从来怎知迟了正是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泪沙爱薄情花花情难晒花爱
天长爱情深，你怪错三姑娘啦，实在佢对你一片痴心，不过三姑贪财，逼佢改嫁咋？啊，逼佢改嫁？系咯。系咁，我就错怪咗佢啦。不如佢嫁喺边处，落在谁家？吓、你讲我只王公子，我哋只知佢嫁去江西。一个姓沈的有钱佬，但是住在哪里我们就一概都不知了。唉，王公子，总之一切都是注定的，爱爱情情你当作一场幻化了。他都嫁了，都没得好想了，我唯有去江西查查，希望把他的踪迹访查。哎呀，表姐做咩啫？放手啦！哎呀，你癫嘅咩？怕咩啫？阿姐你。阿奶奶唔喺屋企啊！我特登走嚟同你倾下偈噶。你千祈唔好啊！听听阿表奶奶知道啊，将我脚都打翻。你怕咩嘢啫？你咪咁傻啦！阿春你，你又系阿奶奶嘅心腹嚟噶嘛？我可以收你做阿姨啊，唔使你成世做妹仔噶。阿表少，你放手啦！我冇咁好福气，唔该你快啲放手啦！奶奶就翻嚟啦。有佢咯，你对得唔住啊你？你做咩啊？冇嘢啊！仲话冇嘢？你仲话冇嘢？你我想嘅咩？佢引诱我啫嘛。话俾你听下，边个引诱边个都好，以后我唔准你两个见面。吓、啊，唔见咪唔见啦，使咩嘢咁嬲啫？我同你出去饮杯，唔好啦，吓、啊，快啲嚟。好。你咁两面枉我，或者个官府告你。读埋落去啦。遵命。苏三谋杀亲夫沈燕林，有毒酒利人为据，判决斩刑。请来。苏三案情，本官都大有怀疑，你马上街犯人前到江西巡案府为本官三思复审啊！遵命，速解犯人，本官先回。奉送。咦，呢件嘢提去三思会审，实穿噶喎，唔系啦。不如我找着报证师怼返旧俾个佢，如果唔係真係险过剃头啊。
使喊啦，今次你有机会伸冤啦。有机会？是因为有一个巡案大人，他说要即刻介你去江西巡案府复审，还说要即刻起介添，你快点准备啦。有个巡案大人要介我去江西巡案府。我哋一定依公而办，做白当分。一、全皮师苏三提学，你嚟啦！全心得咁凶狠啊！大人，小女子并无犯法，求大人你代把冤身。胡说！因何在怨妇不来申诉，嚟到呢度口叫申冤，更胡混！大人，洪洞县嘅大老爷佢不问理由将我定成死罪，我呼天不应，换地不闻。范夫人，你转身抬头待本官一看啊！范府见咗大人就面有笑容，点解大人见咗佢就心惊胆震啊？报正大人，本官不过精神略有不适，请你莫妄加疑惑。范夫人，你快将经过坦白直陈。大人请听玉堂春贵尘埃，茫茫上班。大范府果然胆大，有此人来，动刑还手。为何将他动刑啊？冇错，范府原名苏三，佢口称玉堂春，分明刁府，故意动刑。玉堂春三字是范夫人的知己良朋所赠噶嘛？大人，你又何以得知啊？又？不过本官猜度而已。巡安大人，哦，乜你猜度得嚟嘅咩？正是正是，范夫人，快将上来。大人请听啊。
人，如何？如何？哦，大人聪明，聪明。过奖过奖。苏生，你唔使惊，慢慢讲啦。真系可怜可惜啦！大人，你为何要替范府可怜啊？大人，你为何要替范府可惜啊？不过都系同情一念啫。范夫人，后来又如何？快将上来！大人快停了。咁讲来真系冤枉啊！大人，佢声声话冤枉，又话唔知道酒中有毒，你可以问声佢，为咩事带埋个小刀嚟嫁人？分明系全心谋杀啫，唔通咁仲有冤枉佢咩？佢罩啊！秦安大人，你话苏三受冤枉？本官来问你，沈燕临死时手中受伤，从何而来？你讲，你讲，你讲。大人在天、啊。从妻孙恨，为此痴情令堪问，眼前人事旧恩人，十万金铃应响震，缘合春音无花云。玉堂春不是谋杀亲夫，情书我慢。
秦安大人，范府狡猾非常，不能定一年之词，将佢信任啊。系咯，范府生来虽真系纯良端正，但系清流之上，未必有咁拙劣嘅差困啩。我话会有呢？有？点解呀？冇错，天下间有情之所钟，金石为开，苏三贞节可嘉，本官判其无罪，不再审问。大人，犯人讲说话你就信嘅，咁边处仲有罪犯噶？反夫人，本官嚟问你啊，你话同王公子守节，不如王公子就叫何名字，是何等样人？这个。王公子乃是一品官员，范夫人不敢在公堂将他姓名直奔。混账！你分明砌词狡辩，你想把罪名洗脱，一定有实据真凭。这个，好啦好啦，大人。若问凭据，我就是大人。就算你想替我昭雪沉冤，都要三思而行，小心谨慎啊！秦安大人，范府胡言乱说，沈燕林不知中毒身亡，而且有伤痕在手啊，应该维持原判。将佢死罪执行，慢住！岂能把我江湖沉冤，恩义重重，是可话根？世难海，为冤的沉冤，王公子就是我黄金龙。原来秦安是犯人的知己，不怪得将犯人复审了，真是笑话的很。哦，原来秦安大人与苏三有过这段这样的难恩睡过的呗，我都相信苏三是恩情自杀，未必会凶悍杀人啊。对啦对啦，大人，范夫人不是恩情自杀，是恩情谋杀。他杀死沈燕林，实上呢是同大人足未完的情分啦。大人，公堂之上岂不应含血喷人啊？秦安大人，所谓无私都显见有私了，请两位大人秉公而行，替我亡夫申冤雪恨呢。好，本官将苏三定成死罪。慢，念在秦安大人面上，我主张判他廿载充军啊。哎呀，苏三，你真是冤枉非常。改为充军啊，苏三已经非常幸运。我誓死反对。你反对，由按察布政以印同意。秦安大人，你反对都无能为力。苏三美解，你用唐春。星节明花红衣。我无法无力啊。
秦案大人，所谓无私都显见有私了，请两位大人秉公而行，替我亡夫申冤雪恨呢。好，本官将苏三正成死罪。慢，念在秦安大人面上，我只将判他廿载充军啊。哎呀，苏三，你真系冤枉非常。哎，改为充军啊，苏三已经非常行啦。我誓死反对。你反对，由按察布政以印同意。秦安大人，你反对都无能为力。苏三美解，你用唐春。星节明花红衣我无花无力啊，我为人啊，玉堂春啊，凄凄楚楚，我言随行啊。公子，你不能够同我一起去的。富贵功名，何足敏啊！王公子，等我负累你，我同埋你去。认得千来我叫做春喜，是沈燕林的妹仔，可恨鉴生和皮屎都可谓毒辣凶罗。鉴生他将我强奸，皮屎将我刻薄，所以我到来牙堂申诉这一件冤案。其实老爷是鉴生和皮屎害死的，请大人将他两人治罪，释放苏三姑娘啦。此事当真？当真。哼，人类皮氏与赵鉴生一同扣押，领命。人苦奸夫，现在有居有凭，你哋若不招供，恐怕难挨刑杖啊！有罪，吴坤师徒，你咩嘢啊，大人？我走上来。大人，唔关我事嘅，呢一日都系有鉴生设计啫嘛。哦，赖晒我又好笑啊！若果我知道会穿帮嘅，我又唔会咁凶狼啦。一嚟，将佢两。
两人收家，秋粮处决。来来，人来人，飞马传令，将苏三释放。令令，人来，系将洪洞县令押职查办。领命，推弹。Yeah.
然有公文带来，请阿状元爷一看。沈燕林命案已拿获真凶，勒令差官赶来，正将苏三释放。按察司令，人来，快松枷锁。烦劳官差。回报案察大人，请代为销案。本官带同苏三回乡归隐，更说多多拜谢。领命。叩别状元爷。我拜谢功名同妻隐。愿祝桃园世外人。